嗨，小朋友们，你好！今天呢，老师要上华文课，请你们拿出来华文作业本，然后打开第28页。那我们先看上面，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图片吗？对，这个是雨伞。那我们什么时候用雨伞呢？对，下雨的时候。那我们看下面，在雨伞的下面有什么呀？对，有青蛙。下雨的时候呢，青蛙会出来的。那现在老师要你们跟着老师一起把1到10的点点连起来哦。那现在准备下你们的铅笔，那我们开始哦。1 2 3 4 5 6 7 8 9 10，我们的雨伞完成了。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是什么图片呀？雨伞。那我们现在一起写哦，雨的字哦，横竖横折钩竖点点点点雨伞，然后在雨伞的旁边有什么图片呀？对，雨衣。那我们一起写雨的字哦，横竖横折钩竖点点点点雨衣。接下来我们一起写雨的笔画，先跟着老师一起读雨雨雨。那我们开始了，横竖横折钩竖点点点点横竖横折钩竖点点点点横竖横折钩竖点点点点雨横竖横折钩竖点点点点横竖横折钩竖点点点点横竖横折钩竖点点点点。下面的你们要记得这几些哦。那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小朋友们再见。